大家好，我是銀龍咖啡茶就老闆娘 Case 李海寶，今天就是8月5號星期一啦，咁好開心啦！我相信全城熱話咧都係講緊我哋嘅奧運啦，有好多人咧就通宵達旦去睇奧運，咁我真係好開心啦！香港見到咁嘅氣氛，無論你去到商場啊、食店啊或者屋企咧，大家都係聽到咧都係奧運嘅熱話題啦。當然啦，攞獎當然就好開心啦，或者就算係攞唔到獎嘅，我哋咧都覺得好敬佩我哋嘅運動員啦，因為咧其實能夠踏上呢個奧運舞台咧，已經係非常之犀利㗎。咁啊，當然好高興啦，我哋中國咧攞好多金啦，中國香港都係有一個相當之好的成績，咁咧全城嘅消費咧，既然咁開心啦 ，K 姐都希望表達咧，我哋銀龍咖啡茶座咧對今次嘅盛事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，所以咧由今日開始，我哋去到呢個八月嘅11號為止啊，因為點解要到11號為止呢？原因咧，我睇過咧，原來巴黎奧運咧係做到8月11號，巴黎奧運咧係做到8月11號，所以咧我哋希望咧表示一點心意，咁由我哋嗰個叫做八月嘅，但聽日禮拜二啊，我哋銀龍咖啡茶座休息，咁我哋星期三開始啦，星期三7號，8月7號星期三，咁我哋咧就銀龍咖啡茶座表示大家咧係開開心心咧。去祝賀呢一個奧運咁好嘅成績咧，我哋一於咧，只要每個人消費25蚊或以上，每個人消費25蚊或以上，可以用1蚊去點我哋嘅至尊奶茶王嘅奶茶。咁啊，奶凍奶茶又好，熱奶茶又好啦，用1蚊就可以飲到啦。咁好多人嚟到同 K 姐講 ，K 姐我唔飲奶茶嘅喎，咁點算啊？咁你咪當嚟探下我，幫襯下我咯，係咪啊？咁希點解用奶茶呢？因為 K 姐嘅都係奶茶王冠軍嚟噶嘛。咁希望咧大家相映成趣，希望大家過嚟支持，亦都咧答謝下我哋嘅運動員，真係好辛苦。正所謂咧，就係、是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啊！從一聲就跳完水啦，從一聲就游完水啦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我哋睇得咁精彩，亦都咧好答謝咧我哋嘅運動員咧背後個努力。咁一於係咁咯喎，咁希望大家用1蚊去點我哋嘅奶茶。咁我驚有啲嘢我講漏咗咧，所以一切以銀龍咖啡茶座咧作準。咁我驚有時咧交代錯。仲有啊，係堂食喎，點解啊？因為希望大家嚟到探下我咯，希望大家。把握呢個機會，8月11號前記得嚟銀龍咖啡茶座點呢個1蚊優惠啦！多謝曬，拜拜。